来 Q and A， 先回答维维。一，我可以常常出片，但是我有懒人症而不可以出药，家人不给。回答 Venus 的。一会，因为大哥要做 YTB 二之后就有三一会 SOK， 我可以五天。回答 Tor。好，片里说。再回答维维。一，暑假会拍 Vlog， 开箱也会拍，二可以公布三 set。我的考试分数是中76英72数62长78，拜拜哦。